各位好，我是熊熊熊。刚刚已经用木队解完三成就了，然后因为刚刚有点急，所以我就没有录自己的声音放音乐了。然后现在要来挑战用临时抽队伍。我的临时抽队伍当然就是龙傲啦，我要用这队试试看。没有生活四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灵魂。所以先全部升华三，对，希望这队可以过，对，试试看喽。攻击力2800，倍率很低，没关系。等木柱多一点，转全体。一直手残，这手残也太严重了。没差没差，希望各位不要介意，手机有点卡卡。好了，认真一点，对，这样子。啊！今天的脑筋怪怪的。对，其实也只是想要刷回合而已啊。对，这里就直接爆发，对，整班木也没关系。哎呦，又累哥，为什么？不然就被打到了。那我想一下啊，啊，没转到木珠，居居，有了，回来就好。再看一只好了，
骷髅头，印象是他不会打很痛。再开 ，OK， 黏黏黏黏黏，手机不要再那个了，拜托。哇，神天降啊！拜拜。哦，鸭血。全体这里要开龙客回50%的血，这种龙客慢慢点就好，就是不要点到两颗的，点到啊，点到两颗了，点到两颗你就看 combo 会不见，对，不要点到两颗了，你就慢慢累积 combo 就好。哎呦，王冠了耶，会不会太快了？我要开它还是赌这个？跳吧，跳吧。没半只跳，好了，没关系，这样子也可以，整片都消掉就好了。讲得很简单，应该可以啦，剩暗，对，试试看。我想一下哦，好。好了，那不用怕了，还是要怕吧，没关系，开下去咯，这样子，新猪多，木猪又多，攻击很低啊。赌这两只，再跳，再跳，再跳！拍个升华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过关喽！龙奥 BB 队木 BB 临时抽队伍，龙奥没有极限，好了，还是有了，我会尽量以后所有的地狱都用龙奥通关的，看有没有刷到回合，看一下，来拼第一名。啊，没有21，第一名是什么队伍？我都没有。那不然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还是把龙号当头。有空再来测试。然后，刚刚通关的龙科是这颗，这个。回复65%，对，好，感谢各位收看喽。